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宇文，欢迎收看台湾百味。你喜欢看韩剧吗？在看韩剧的同时啊，是不是会被剧中主角所吃的美食给吸引呢？尤其是看到了韩国的国民美食烤五花肉，猪五花在铁盘上滋滋作响，表层微焦，油脂化在嘴里，搭配泡菜或者是生菜，真的是会让人口水直流。而中华料理炸酱面，黑噜噜的外形却有着香醇滋味，大口吸着面条的同时，就好像是进入了韩剧主角的日常生活。还有韩国街头常见的小吃辣炒年糕、泡菜锅以及糖饼，今天通通都要带您去品尝。现在就跟着台湾百味一起化身剧中主角，快闪韩国街头。어서오세요몇분이세요네자리로모시겠습니다제가좋아하는부위위주로최대한맞춰달라고하고있어요탕수육이먹고싶으세요제이집에오세요한국에갈필요가없어요来这里不仅可以吃到韩式料理，还有韩国超夯的红糖咖啡跟韩式糖饼。这三道是韩国很知名的美食。那你看完这三道的照片之后，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吃哪一道？有，我想吃这个五花肉。对，我想吃肉。那我贴一下。刚下班肚子很饿吗？对，我现在就想大口吃肉。当然要吃五花肉啊，绝对是先选五花肉。你刚好今天就刚好要吃，我今天就哎。朋友是不是要贴贴纸？是不是好 ，OK， 可以贴五张吗？可以啊 ，OK。哦，那我就直接先给他很多分。我先走。好了，谢谢。OK， 谢谢。谢谢。저는저희곡이제일중요한거는일단곡이숙성하는게제일중요하고요저희는보고그리고지방도꽤많은게좋아요저는그래서제가좋아하는부위위주로최대한맞춰달라고하고있어요猪五花肉碰上约200度高温的铁盘，发出刺激食欲的滋滋声响，油脂在铁盘上奔流。老板娘说，越肥的五花肉烤起来才越好吃。还有专人桌边烤肉，随时注意肉质，达到最佳熟度。那1.5公分是最好的口感。然后这时候就会问客人说，五花想要吃脆一点还是软一点？对，那脆一点我们会在烤盘上，五花这边会再烤久一点，让表面更加会再焦一点。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吃脆一点，因为它吃起来油脂就不会那么多了。猪五花烤到表层微焦，一口吃进嘴里，油脂在嘴中化开，肉香满溢，还可以包在生菜里，增添清爽口感，或是沾些许麻油，香醇浓郁。粗颗粒调味盐则是带出了五花肉的甜味，包饭酱的咸香更是让人忍不住一块接着一块。这就是老板许收饭坚持的正宗韩式吃法。我刚刚是有惊艳到，就是它，然后要沾这个菜。然后还要再加这个叫蒜片，完美。这里不仅有五花肉，还有梅花猪可以选择。而身为韩国人的许老板，还特别向台湾百味介绍梅花猪在韩国的流行吃法。한국에서일단목살구울때는한 70% 정도만익혀요왜냐면옛날에는무조건익혀먹어야된다는생각이강했는데요즘은사료도깨끗해지고기생충이제일문제였거든요근데기생충도요즘없어서소고기처럼한 70% 익혀먹는게제일맛있다고在韩国，烤肉店的密集程度就像台湾的便当店相当常见，足以见得烤肉对韩国人的重要性。而老板也对猪肉品质、料理时间讲究，让您不用到韩国也能吃到道地韩式风味。他们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就是帮，因为像我们就是门外汉，其实不太会处理这个烤肉，他们会有专门的店员来帮你，就是服务烤肉这个部分。对，然后煎起来就是非常精华、很酥脆。对，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我觉得它的那个所有的汁液还是包在里面的感觉，有大家一起吃东西的感觉，就是这也是韩式最吸引人的地方。最推荐的这里也是哪一道菜？冷面。其实在这边也要吃那个五花肉，然后五花肉就是哎，可能有时候吃比较多的时候会比较腻一点点，然后搭配冷面超赞，超解腻。我
们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就是我们会先把我们煮好煮软的面，然后从饮用水把它降温，这样子它的面体会比较 Q 弹。对，那这是冷面的它的比较大的也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的冷面酱，我就会把它。接着放进小黄瓜丝、水煮蛋、冰块，再淋上一圈香油，冰凉清爽的拌冷面就可以上桌啦。冷面吃起来冰冰凉凉，搭配辣劲十足的辣酱，风味极佳。腌萝卜跟小黄瓜丝适时的中和辣度，多了爽脆口感，大大的增进食欲。那冷面的话是每次我去韩国吃烤肉一定会点的一道菜，蛮多客人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这个味道真的是在台湾没有吃过的，非常，然后有在韩国吃过，你就说真的是很道地的味道。海外教学的时候，对，交流的时候，然后就有去那边吃，就是那边当地的冷面，然后就有上网爬文一下，就发现这边的老板他是当地的韩国人，所以就来这边捧场，就说就是韩国的味道。来自韩国釜山的老板许收范，原本就有开餐厅的想法，直到遇到台湾太太，决定来台开店。老板夫妻俩努力耕耘，顺利开了分店。而老板也秉持着想将家乡，而且是自己喜欢的味道带给台湾人，因此店内的每一道料理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那么这道韭菜煎饼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那저희부추전선택한이유는대만에일단다른한식당들은거의다해물파전위주로팔아요좀두껍고좀푹신푹신한그런파전근데저는일단해물안좋아하는것도있고그냥와이프가부추전을엄청좋아해요저도좋아하는데와이프가엄청좋아해요그래서와이프가먼저넣자고얘기했거든요그래서만들다보니까얇게바삭한게대만사람들도좋아하는것같아서친구들도다좋아하고我们现在在调的是韭菜煎饼的酱骨，那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小韭菜，然后我们还有红萝卜跟洋葱丝，对，然后我们会加入韩国的酥炸粉跟煎饼粉。我们的韭菜煎饼每一个的话，就是像刚刚那样的一匙的量，因为我们的火也不能开太大，它就要让它慢慢煸到脆这样。韭菜煎饼简单油煎，直至表层金黄，饼皮香脆不油腻。使用有机细韭菜，香气在嘴中蔓延，就连曾到釜山留学过的学生都大赞，这就是怀念的滋味。他刚才点的我还不知道他是韭菜，对，然后吃就完全没有那种台湾人讨厌韭菜的味道，对，而且它也不会很油，对，而且是酥的，就很好吃。저희떡볶이선택한이유는일단제가너무좋아하는음식이기도하고제가식당처음할때제일생각했던게제가좋아하는음식만팔자고했던거예요그리고저희떡볶이의특색은한국에서보통많이들드시는그체인점이랑다르게저는시장떡볶이되게좋아하거든요그래서저희가게는대만에서쉽게맛볼수없는그시장떡볶이맛이에요辣炒年糕不但是店内的人气王，也是老板记忆中的好滋味。鲜红的辣酱，辣中带甜，还有鲜味的鱼板片跟水煮蛋。年糕口感 Q 弹有咬劲，浓郁香辣却停不了筷子。这就是韩国市场吃到的传统好味哦。我觉得它的酱很棒，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很辣，那它的酱很入味，然后再加上它的辣炒年糕很 Q 弹，我很喜欢有口感。当然有可能对老板来说是辣炒年糕，但对我来说泡菜锅是最重要的一道菜。其实韩国的泡菜锅就是要酸，就是要浓郁，还要先做出它的汤底。那个汤底的话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手炒的，会偏浓郁，主要是要配饭吃，然后会偏酸的口感。对，所以我真的很敢说我们的泡菜锅真的很道地，可以来试试看，因为那个味道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我自己非常觉得很骄傲的一道我们的配餐。常常来是因为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泡菜锅，因为他们的泡菜锅每次吃的时候都是有点酸酸的，但就是酸中带甜，然后它还有豆腐会很入味。然后我常常看那种韩剧啊，里面都有冬天在吃泡菜锅，就觉得很温暖，然后来这边就最喜欢点泡菜锅。吃完韩国的国民美食五花肉之后，是不是觉得还没有吃过瘾呢？在韩剧中，您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料理吗？
跟着采访小组的脚步，要带您前进下一家韩式料理餐厅啦。先生，你好，想请问你平常有在看韩剧的习惯？嗯，有。那就是这三道菜其实都是韩剧蛮常出现的，就是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吃哪一道吗？哦，这三道吗？我觉得蛮常看到糖醋肉的，就是在荧幕上都看起来蛮好吃的，就想吃吃看。我最近看那个2521，然后他们在搬家之后吃的那个糖醋肉，我觉得糖醋肉真的必吃。平常我是糖醋肉都会点了，然后其他两道也就偶尔会点吃看看这样子。炸的，对。那我们小依我讲啦，我是1964年出生的，那个年代你知道吗？韩国蛮穷的，真的。但是我们很幸运，因为为什么我们在开餐厅，随时可以吃到肉啊，糖醋肉啊。然后韩国的东西哦，你们仔细看哦，他们真的传统的东西哦，没有什么油，所以这个炸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哦，哇。太好吃了，然后那个酱又甜，酸酸，所以迷死全韩国人的。酱汁呢？你们要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哈，水果越多越好，还可以加番茄。我是加凤梨嘛，也可以加番茄，哈，还有那个奇异果都可以，颜色很好看，这样。勾芡很重要哦，你就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勾。酥脆的糖醋肉淋上自制的糖醋酱，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肉质外酥内嫩，加入了水果一起熬煮的酱汁，多了一股酸甜风味，相当开胃。在韩国的话呢，他们会把所有的蔬菜料用的肉还有酱充分的混合均匀，这样才会吃。它吃起来蛮清爽，像有些女生会希望可能吃一些蔬菜或是什么，对不对？它吃起来蛮不错。而关于糖醋肉呢，有一个趣味的小故事。韩国人吃糖醋肉时会分两派，一派呢是淋酱派，一派则是沾酱派，可以根据个人的取向来调整。而店家统一是淋酱，想吃沾酱的朋友可以提早跟店家说哦。它的那个皮炸的算脆，但不会太油腻。本身不太喜欢吃那种甜甜的肉，但是这它的甜不会让我觉得太甜，其实我可以一直吃的，也蛮下饭。对韩国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灵魂的食物啊！什么时候吃呢？生日的时候，小孩子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不要问，你直接带他去就好。为什么？你问他想吃什么，99.99%都是炸酱面。以前不是黑色哦，以前是什么颜色知道吗？土黄色。但是后面他们加了焦糖，所以那个酱变成黑色。炸酱面外形呢，虽然看似欧噜噜，但吃进嘴里却是香醇甘甜，口感湿润，咸香又爽脆，就是幸福的滋味啦。而在韩剧中呢，常看到搬家后总少不了来上一碗炸酱面跟糖醋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搬家嘛，那搬家你朋友都有时候一起帮你搬家干嘛的时候，或是朋友来啊，你怎么煮啊？东西没有弄好嘛，对不对？那一定要叫附近的外送啊，因为韩国什么最多？炸酱面店最多嘛。所以又快嘛，附近呢一通电话他就马上送来啦。蛮不错，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蛮想说面条有可能没有那么好吃，但我发现它虽然就是软嫩，但是它不是那种烂的面，煮烂的面是蛮 Q 的。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老板李玉倩，之所以能做出如此道地的料理，正是因为他是韩国华侨，从事导游行业20多年，始终抱有开餐厅的梦想。想将妈妈的味道带进餐厅。我妈是在韩国做那个在菜市场卖泡菜，我妈很会煮啦，所以从小就看长大，然后我的小菜的话就从我妈那边啊，但是也不能一模一样，太一样的话，因为我是南部人，韩国的南部人，我们口味比较重，台湾人不敢吃，怕咸，所以我把我妈的东西拿过来，然后把台湾的加进去。
综合了台韩两地的口味，找出最适合台湾人口味的同时，又不失韩国味，而且店内小菜都是新鲜现做，客人也都称赞不已。小菜觉得泡菜蛮好吃的，对，算是小辣程度的泡菜。我觉得干烹鸡跟小菜都蛮好吃的，蛮像就是现在蛮流行的韩式炸鸡，对对对。然后但是调味跟外皮有点不太一样，蛮酥脆的。然后它的肉蛮嫩的。就是先把鸡肉啊要腌好，一定要腌，大概炸个五分钟，但是要炸两次比较脆。干烹鸡最怕软，因为那个汤汁下去啊，你不够脆的话，它软巴巴不好吃。然后这样打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敲，把里面的水分敲出来，这样才会脆。完了之后的下一个步骤会是什么？就是打配料，要炒配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大火，我们小时候炸鸡哦，就是一个炸鸡，鸡一整只鸡下去炸，就这样，没有什么多好以后再给你用那个什么酱料，这样没有。那干烹鸡是切了以后炸了以后再用那个酱料再给它炸一下，慢慢慢慢演变成韩国这个炸鸡，然后就有很多的口味啊。以我记忆里面，干烹鸡是韩国的那个양념통닭，知道吧？它的原主。干烹鸡是许多韩国华侨都会的一道料理，鸡肉皮脆肉嫩，吃起来不仅有糖醋酱的酸甜味酱香，还有干辣椒的香辣气味。对李老板而言，这就是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的口味，他便将记忆中的滋味化作思念与创业梦。我蛮喜欢他的干烹鸡的，蛮特别的。他有沾酱料，所以他的外皮就不会干，是算湿湿的口感。然后可是他也炸得蛮脆的，所以就是始终可以带一点脆这样。他是偏辣的，然后他有点像台式炸鸡跟韩式的结合，对，我自己蛮喜欢的。我们常看到韩剧中，不管春夏秋冬，早晨或是夜晚，剧中主角总是喜欢来上一碗热乎乎的锅类，不但饱足，更是应酬结束后暖胃的最佳选择。我听说韩国人喝酒退下来的退酒都是喝这个，不会吃辣的人会觉得有点小辣，但是肉蛮嫩的，马铃薯炖蛮嫩的。一定要，嗯，那个真的才会有那个很浓郁的那个韩国的味道啊，因为韩国都是这样做。刚开始煮那个猪骨头的时候，你就要加洋葱、葱、酱，然后那个胡椒，把这个腥味给去掉。大酱也一样，煮第一次的时候就要给它加，好，那第二次还要给它加一点，这样才好吃。最后还加了很那个野生芝麻粉在里面。对，这样才好吃啊！就整最后加那个，就把整个的味道全部提升出来。马铃薯猪骨汤鲜红的色泽看似辣度十足，入口却是温顺的辣感，滋味浓郁。大酱特有的甘甜，辣酱些许的辣味，以及野生芝麻粉独特浓郁的香气，都融入在这锅汤中。而马铃薯则是相当绵密，吸附香辣汤汁，吃起来相当过瘾。猪骨炖到软烂入味，完全复刻韩式滋味。因为我本身喜欢吃辣，我是蛮重口味的，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而且汤头我觉得熬得很不错，肉就刚刚汤说蛮嫩，好吃。品尝销魂的糖醋肉跟炸酱面之后，有没有想学韩剧的主角来杯冰咖啡呢？接下来就要带您到韩式料理咖啡厅，来点不一样的韩国吃法。用餐的环境，我觉得比起之前吃的干净很多。像以前去吃韩国料理，就会觉得说，哦，我回家赶快把外套拿去喷东西啊，或者是要赶快洗头。这边我觉得比较干净。在选择的时候，有分台湾的口味或是韩国口味，我觉得比较贴心一点。它
要做嫩豆腐锅的话，就是呢，我们主要就是我们泡菜是选用韩国的泡菜，韩国味道会比较浓郁，那它的那个白菜也会比较清脆。里面的料呢，我们有加入了螃蟹、蛤蜊，然后韩国的年糕、鱼板跟一些蔬菜，然后跟猪肉这样一下去煮，把它的味道煮出来。我们这边的环境好，所以没有什么污染，所以它土那个桐花开得很茂密，因为它这样朵朵的掉下来啊，就很浪漫。常常在这边爬山呢、啊，好，那像现在有桐花季嘛，顺便到整天展示啊，到附近走一走。不仅有超道地的清脆泡菜，小小一锅豆腐锅里还有蟹肉、蛤蜊，鲜味十足。更重要的是，里头还有吸附饱满汤汁的冬粉，带有些微泡菜的酸以及海鲜的甜，吃起来十分清爽顺口。一旁还附上泡菜、节瓜、生鱿鱼等小菜，就是要您体验韩式定食的美味。我会觉得就是它的口味啊，比较像我们台湾人喜欢的那个口味，它不会太重，因为有些韩国味啊，它的味道会比较咸一点，里面的一些料啊，我觉得都蛮饱足的，然后都蛮多的。老板 Jerry 本身很喜欢去韩国旅游，多年前在当地旅游时吃到烤猪五花，是惊艳不已，抱持着想让大家在台湾也能吃到这样美味的烤肉，2014年开设了韩式烤肉店，更将技术带进新的餐厅。因为我们烧肉也开了快10年了，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自己研发的一些酱料，然后像是我们的烧肉酱，就拿来做我们的烧肉拌饭，跟我们特制的这个拌饭酱，那也是我们在那边有别的料理在用，然后把它做成韩式拌饭。韩式拌饭的吃法有个地方就是要介绍的，因为在韩国的话呢，他们会把所有的蔬菜料跟我们的肉还有酱充分的混合均匀，这样才会吃。韩式拌饭的就到拌均匀，越均匀越好吃。它吃起来蛮清爽，像有些女生会希望可能吃一些蔬菜或是什么，对，我觉得它吃起来蛮不错，不会觉得就是很油腻，都是肉或者是都是那种黄豆芽，对，它还有其他的配料，我觉得吃起来蛮新鲜。老板因为对韩国的热爱，希望能端出道地的料理给客人，因此对食物有了更多的研究，也善于观察韩国文化，进而发展出更多可能。我们本身其实另外在市民大道那边还有一间韩式的烧肉店，对，然后我们今年想说做一点不同的结合跟创新，所以就是把韩式的豆腐锅跟拌饭，然后结合我们的韩式咖啡跟我们的甜点这样子，然后在中山区这边就是让客人可以感受到一个置身在韩国的感觉。既然叫做韩式料理咖啡厅，当然少不了咖啡跟甜点，而这里的甜点可是加入了一些新花样，朝韩的品相让人是眼睛为之一亮。这韩式糖饼的话，就是也是韩国的一个特色的甜点跟小吃，就是用面粉嘛，然后我们加一些牛奶跟蜂蜜，然后去发酵那个面饼，发酵完后再包入我们内馅。我们主要是加了黑糖跟肉桂粉，两面让它金黄上色，然后再把里面的内馅跟内皮啊把它接熟，它待会吃起来会有点类似松饼的口感。出餐的时候啊，上面还会加一个冰淇淋，对，跟巧克力酱，用比较新式的吃法，对，因为韩国传统它可能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什么冰淇淋的佐料。咬下一口，松软的糖饼外皮带一点蜂蜜的甜，里头黑糖跟肉桂的香气浓郁，搭配冰淇淋，冰凉温热并存的滋味，叫人是爱不释手。还有这一款风靡韩国人的红萝卜蛋糕，扎实湿润的蛋糕体，肉桂的香气，还可以吃到红萝卜颗粒跟坚果的脆硬口感，相当迷人。而吃蛋糕怎么少得了咖啡呢？在这里您也品尝得到韩国的超黄咖啡哦。韩式碰糖的话，对，就是像我们之前有韩剧就是很流行的碰糖，对啊，韩国碰糖跟台湾其实类似，那我们就是用有机黑糖去做的，然后做出来之后再把碰糖跟咖啡做结合，所以就是
咖啡的苦，然后搭配碰糖的甜，香甜这样子，然后就是比较也是不同的喝法的咖啡。用完餐之后还可以拿一杯咖啡。对啊对啊，就是至少环境很舒服，会希望说可以偶尔就来一次。今天台湾百味带您品尝这么多韩剧美食，是不是每一道都很吸引您呢？手刀预约您想吃的那间餐厅，体验一下剧中主角的日常生活，穿梭在韩国街头吧。又到了浪漫油桐花纷飞的季节，全台各地有许多赏桐花的好去处，在新北市也有绝佳的好地点哦，像是三芝、三峡、土城都有著名的桐花观景点。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去交通十分便利的土城来赏桐花喽，而且啊还可以一边赏桐花一边吃美食，度过一个非常浪漫的五月季节。每到春天，油桐花盛开时节，赏桐已成为了重要的全民休闲旅游活动。而新北市土城区最佳的赏桐地点，就位在土城天上山山腰的桐花公园。喜欢健行的朋友，还可以从桐花公园一路走到承天禅寺，步行约一个小时左右，是游客最常走的赏桐路线。桐花的心情怎么样呢？很舒服。怎么说啊？它这个季节才有桐花，叫五月雪。我说很多民众都很喜欢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土城人的一个后花园。我们现在的山系所种植的桐花呢，应该推广到1977年的时候，政府呢它推广造林，造林的树种呢就是我们的千年桐、油桐这一边，到最后呢，最后土城因为说到最后要那个推广一乡一特色。那土城这边再慢慢的再把那个土城桐花节再打响它的知名度，所以说它也创造了一个文化力的节日。油桐花盛开的美丽景致，天晴雨落各有风情，微微的细雨落下，油桐花展现出摇曳风姿的另一种诗意情怀，难怪即使下着绵绵细雨，也一点都不减大家前来赏花的兴致。其实土城的桐花节是最早的一个地方性的活动，是从我们土城开始，对，那也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好，所以没有什么污染，所以它土那个桐花开得很茂密，就是很美。然后因为它这样朵朵的掉下来啊，就很浪漫，大家都蛮享受这个时期。然后白白的山头啊，然后浪漫的满地桐花这样。我从新庄来，新庄的龙福国小，一路走来啊，这雪花片片好漂亮，很美，整片都是。像那个覆盖那个下雪的情景一样，这里可以说是北台湾最佳赏桐地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就能到达。在板南线永宁捷运站2号出口处，搭乘575公车至南天母广场即可，相当方便。想来一趟轻松步行的青山赏桐之旅，这里是很不错的选择哦。接下来采访小组还要带大家到一处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赏桐花的好地方。土城桐花公园往山下方向约10分钟车程，有一间复合式休闲景观餐厅，能让您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欣赏着美丽桐花，是放假休闲好去处。室内采欧风装潢，采光相当舒适，户外则有一大片空旷的草地，很适合家人朋友来此聚会。常常在这边爬山呢、啊，好，那像现在有桐花季嘛？啊，这个、看赏桐花，顺便到承天禅寺，啊，到附近走一走。我们基本上的，我们所有的餐点，因为我强调健康跟原食物，我们从酱料开始一直到成品哦，全部的过程都是手做的。卡萨迪亚煎饼的沙沙酱，我们也是纯手工去打出来的，哦，并没有像外面已经做好的酱料。沙沙酱我刚刚讲了，它沙沙酱它是我们用番茄跟大概有6种不同的东西去打制出来的，它
它的里面有青椒，然后有它会先经过一个炒工，所以它里面会有青椒，会有一些洋葱，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打制的酱料去做快炒。那如果您点的是鸡肉，那上面我们会里面会加上熏鸡肉的肉片，它的饼皮呢是我们特制的薄饼皮，它是有两片饼皮夹起来的。这道卡萨迪拉煎饼是一道墨西哥风味的料理，是创办人盖梦琳当导游的姐姐在国外吃到非常惊艳，提供给她做参考的餐点馅料。因为内馅有事先拌炒过，再加上大量起司一起烘烤，入口时咸香中带着浓郁的奶味，非常有异国风情又美味。我头一次吃煎饼的时候很惊艳，好，这种口感一般的外面饼都没有吃到，好，一般外面饼都软的，那这边饼都煎的脆脆的，口感蛮特殊的，很少吃得到。餐厅创办人盖梦琳原是一位旅行社经营者，因为自身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的环节，而将事业体扩展出了更多的面向，开始多角化经营亲子餐厅、活动营队等。而当初会接手这间已歇业的餐厅，就是为了打造一个自己心目中全家大小都能来的乐园。我当时其实非常单纯，只有一个念头，我想找一个可以做健康食物的地方，那我希望这个地方它能够就是有一个很宽阔的草皮，可以让大家在上面走，那可以让大家很恣意的奔跑。那这个源于是因为2018年我做了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当然就是蛮比较大的一个手术，所以透过这个手术我开始去思考就是健康的重要性。因为想打造的是全家人都能来的地方，所以这里的餐点非常的五花八门，其中与餐厅风格最违和的就是这道客家风味炒饭，但是啊，一推出就深受大家喜爱。其实我们有客家炒饭也是一个，因为如果您仔细观察，我们这边老年人，尤其早上来运动的老人家很多。那我们主推的是意式料理，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意式料理对他们来讲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习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想，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后来我们就研制的是所谓的客家炒饭，这样的一个炒饭，它其实保有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传统的客家风味，那同时它也有现代化的一个炒饭的一个精髓在里面，所以也蛮受这边的老人家的好评。客家风味炒饭的创意来源是客家小炒，将客家小炒的配料葱、蒜、鱿鱼、豆干等与饭一起大火拌炒出香气后，再加入主厨特调的客家酱汁，继续拌炒至均匀入味，粒粒分明又油亮的炒饭拌着鱿鱼炒制后香气四溢，一个人一整盘吃光光都没问题哦。他的炒饭粒粒分明而且不油，他的鱿鱼炒得刚刚好，也不会太硬，很香，蛮好吃的。而这里就像百宝乐园一般，室内设有儿童专属的游戏空间，户外则有创办人认养而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小动物区，轻重的蔬菜香草以及各类的果树，不止蔬果食材可以拿来入菜，客人逛园区时也增添不少乐趣。这个就是小菜谱，那它里面有百香果，有番茄，有小白菜，这个是红心芭乐，绿绿的，很翠绿的，翠绿的莲雾。这就是我自己梦想小小的实现基地。像一般的脆烤披萨，或者是外面加了很重的起司的披萨，它吃起来的腻感会比较重。那千层它反倒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吃起来你反而会觉得它的千层给人的感觉的那个舒适度，还有那个香气是足够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哈，超好吃的，不会硬，很怎么说，很酥，而且很脆，而且它料真的很多哈，料很实在。除了广受各年龄层喜爱的千层披萨，这里的虾料理用料不手软，会依供货时节的不同挑选天使红虾或是澎湖大草虾入菜。这道乡村炒大虾就是将六只大虾佐以主厨特调手做番茄红酱炒制而成，上菜前会再附上两片坚果法式面包，一人独享，十分有饱足感。虾子很多，然后非常大只，
味道也蛮细致，然后尤其它酱料做的蛮有国外特色，好，那洋葱为基底啊，吃起来甜甜的，好，那不会腻，好，那再佐以面包，面包沾这个酱也很好吃。创办人盖梦林也是一位旅行社经营者，餐厅地处桐花圣地，园区内有几棵原生的油桐花树。每年到了桐花盛开时节，客人可以一边用餐，一边从大片玻璃窗外欣赏桐花纷落，好不浪漫。因此，餐厅也设计一系列相关的活动与餐点。因为桐花，赏完它会落地带不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来到这边体验自然的感受带回家。我们有在研拟，能再搭配这条步道做一个所谓的生态走读日记，从捷运站出发，一直到我们的上面的步道，我们会发现，在走读的过程中，会发现不管是政府的作为或自然的作为，都会带给我们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祝福感。今年还没赏桐的朋友，不妨跟着台湾百味的脚步来到土城，享受一趟轻松又幸福爆棚的赏花轻旅行吧。而除了赏桐行程，临近捷运土城站还有一处结合运动与休闲的好去处，大地马术俱乐部，占地超过4000坪，是新北市唯一坐落于市区的马术中心。想初体验一下骑马乐趣吗？这里有专业的马术教练与轻松氛围的舒适环境，兼具休闲运动与娱乐。这个环境是非常干净、非常整洁。在大地这里，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你是为了休闲骑乘，还是说你是为了要真的是竞技，想要学习真正竞赛的技巧，我觉得这里你都可以有选择。马术教练更分享，骑马是一项非常好的减重以及修缩体态的好运动。来土城赏完桐花还未尽兴，可以来到大地马术俱乐部体验一下骑马新乐趣。我们都是整块的原肉进回来，自己切、自己腌、自己串。这个酱汁我们可能当初就试了快半年才定成这一版。牛肉不会到很深，也不会到很熟，吃起来不会很柴，它吃起来是很弹牙的。土城赏桐花轻旅行第三弹采访小组带您前往土城延吉市场附近寻觅美食啦。这间装潢风格与周边餐厅大相径庭的居酒屋，在这条街上显得格外特别。用餐氛围轻松又自在，重点是便宜又好吃。而客人最推的就是店里的招牌串烧，烤得火候功力可说是一等一。烧比起外面来说，就外面一看就会觉得很多酱在上面啊，它的看起来酱没有那么的厚，但是吃起来只味道是够的，所以它还蛮香，然后又不会觉得说太就是对女生来说，有时候酱太多会觉得造成心理负担。串烧肉类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整块的原肉进回来，自己切、自己腌、自己串。烤肉酱的部分，其实都是我跟迪迪去中药店，我们自己去亲自去挑选食材，新鲜的食材跟味道 OK 配合的食材，其实我们试了很多种。这个酱汁我们可能当初就试了快半年才定成这一版，就是现在的这一版，香味够，咸度 OK， 就不会太重咸，但是烤完之后你又可以吃出它的香味。最主要的烤的东西，因为像现在外面很多市面上就是他们为了求快，那他们就是先炸过，就是让它有大概6-7分熟之后再上去烤，但其实这样子就那个东西里面炸过之后，那个纤维会被你炸断，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呈现用原肉就是从头到尾都能烤的，那锁住它的肉质这样呈现给客人这样。像羊肉串的部分的话呢，可能
不喜欢吃羊肉的人来这边吃，你可能不会觉得，因为不喜欢吃羊肉都会觉得羊肉有个骚味嘛。那我觉得这边的羊肉，因为他们都是用可能台湾的羊肉，可能就是那个骚味可能没有那么重，就不比较不会让人家有害怕的感觉啦。因为我本身是爱吃羊，所以我来这边我也都会吃羊肉串。店里的手工串烧卷包什么内容物，也都是经过兄弟俩不断试吃口味而来，与一般串烧店吃到的口感不同，常会令人一入口就惊艳。像我们这个辣椒牛肉卷，其实外面很多的店它都是剥皮辣椒配上洋葱，就是切好的洋葱放在里面一起烤。那我跟迪迪是觉得那个东西是会增加整个的辣度，这样没办法吃太辣的人其实就会没办法接受，因为辣，剥皮辣椒的辣加上洋葱的呛，其实我觉得如果不吃辣的人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舒服，所以我们又试了很多种食材，中间也有可能加葱段啊、洋葱，我们也都有试过，可能洋葱的切法、葱的切法摆进去会不会不一样的口味？那我们最后试了，我们用日本的蟹肉棒那种包在里面，它咸，剥皮辣椒的咸跟蟹肉棒的甜，其实那咸甜咸甜的滋味其实是很好吃的。也因为弟弟乔汉的好手艺，这里的烧烤 CP 值高，吃过的人都大力称赞，便宜又好吃。连烧烤基本款骰子牛肉也烤得相当鲜嫩多汁，特别不一样哦。这个肉我们其实也有腌过，这也是我们用我们的秘制的配方去腌。那腌完之后再切成块状，那那个肉是非常好吃，非常软嫩的。那旁边我们会附上我们自己调的。我们用的水果醋去腌过的洋葱，那个洋葱因为腌到水果醋里面拉上来之后，那个呛味都不见了，那个甜味搭牛肉是非常好的，就是比较不会腻口，因为吃肉吃多了其实会腻口。就它牛肉不会到很深，也不会到很熟，吃起来不会很柴，它吃起来是很弹雅的，然后它是用带来那种很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搭配他们自己洋葱。有可能特腌，然后有点微甜的，然后配起来其实脆度口感都很好。不过为何明明有好手艺，之前生意却做不起来呢？原本在连锁烧肉店当店经理的哥哥乔腾加入团队后带来了改变，也给了弟弟答案。他在菜口吗？那他就是会，可能我们出去的东西他觉得不 OK， 他就是直接退回来。他就是以客人的角度去看这个菜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他的眼光去评论自己的菜，再慢慢进步这样。那所以后来其实客源上面其实真的有比你之前，对啊，其实好很多。空间重新装潢，氛围变得不同，再加上对食材要求更加精确，与调味减油少盐的改变，更是吸引人前来用餐的最大诱因。像这里的生蚝，就是懂吃的常客必点的美味。我们那个生蚝啊，是用日本宫城县的，它因为它那边的海域很干净，所以养出来的生蚝都很新鲜、很甜。那我们现在找的厂商，因为我们找过很多间厂商，我们挑过非常多间厂商。那因为生蚝这个东西最怕的东西就是诺罗病毒，吃了容易拉肚子，容易吐、腹泻。所以我们现在找的厂商，它是每一颗它都是进回来之后，每一颗都有开壳过，去做过诺罗病毒的检验，然后再把它绑起来，重新绑回去。所以新鲜度绝对够，而且也吃得很安心。专业中餐师傅出身的弟弟乔汉，有了哥哥在外场帮忙把关服务，将客人的回馈实际告知改进，更可以将精力放在餐点研究上。这道金沙透抽就是他改变了传统做法制作而成。透抽圈裹粉，然后炸完之后，因为我们东西炸的东西通常都会炸两次，就一次是低温炸，然后一次是拉很高的油温再炸一次，就是也很算就是让它的第二次炸的时候让它可以收油，然后让它更酥脆。金沙的定义本来就是说只有咸蛋黄，但我们后来就觉得那外面都是只有用咸蛋黄，那我们就是用整颗咸蛋，然后就是再去炒过，然后那个酱汁重组之后，然后再铺在那个透抽上面这样。一般来说他们好像外面做的都是会炒在一起，它就是没有那个鱿鱼的部分，它就没有这么酥脆。那它是先炸出鱿鱼之后再铺上上面的金沙，那吃下去之后它其实是口感会非常分明，
对，吃起来跟外面是非常不一样。这个算是这一间店是蛮厉害的一道菜。虽然店里卖的一样都是串烧快炒，生意却是以前的好几倍。百里年轻客群明显变多。哥哥乔腾说，除了口味调整，也可能与多装了这台趣味十足的电子飞镖机有关系。来这里的娱乐不再只有喝酒，店里的氛围也提升不少，不再是以前叫阳春的快炒店形式。基本上也是因为来这边玩飞镖吧，所以认识这边很多客人啊，因为他们就有飞镖机嘛，所以我们可能不同桌的可能看到久了会打飞镖的就会认识，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这边然后玩飞镖吧，然后就偶尔就坐下来可能看到今天谁谁谁又来了，那我们就找他一起玩这样。不过兄弟俩一开始合作时也是各有坚持，经过一段磨合期才有现在的成果。乔腾说，了解弟弟的主厨性格，不过两人的意见相左也不见得都是自己对，有时弟弟的坚持也是料理能美味的关键。就是加减他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还是什么，但是就是我有我的坚持，因为就是锅气，我们就是以前在学炒饭的时候就是有特别去看每一个师傅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自己去抓一个美感，就炒出来就是客人反应都蛮好的。他们的炒饭其实颗粒很分明，然后吃起来是也不会说很浓很咸，就吃起来是很清爽的。兄弟两人同心齐力，如虎添翼，更挺过了疫情最艰难的时期，现在客人稳定成长，生意是越进加进，成为了一间颇受土城在地人好评的串烧店。下班过后想小酌轻松一下，这是不错的用餐好选择哦。感谢的收看，想要获得更多的美食资讯，欢迎加入台湾百味脸书以及专属美食社团 IG 以及糕点电视 YouTube 频道。我是罗宇文，我们下次见。